今天带大家看一期裸箱与链条链板的组装视频。把制作好的裸箱放在链条链板上，将一头先固定好，再用航雕把另一头拉扯上来，这看着比巧克力还要丝滑呢。视频上是我们长河机械专业负责安装的师傅，先把链轨调整一下位置，再把链条上两个眼的位置对准。安装师傅现在拿的这个是销子，是三件套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配件。安装师傅拿着扳手在顶丝的螺丝上拧动，这个操作是为了让链条链板和浮箱更紧致的贴合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链条链板和箱体的贴合度，每一套完整的底盘在出厂前都会经过专业的调试。我是长河机械的销售，大家有不懂的可以来咨询我。